南华大学宗教学研究所硕士论文，六祖坛经做产品研究，以看心看境知辩证为中心，研究生赵朝明，指导教授吕凯文教授。中华民国100年5月19日摘要：禅宗北宗之看心看境是不究竟的，是被南宗慧能大师批评指摘为大错的。大正心修大藏经的经文用者心者境，只合乎文字般若，却不合乎禅宗禅法发展史实，应改为看心看境。从著名学者潘仲圭等人的研究发现，唐代手抄本用字本来就是看心看境，只是传抄过程因字形及相近而误会成者心者境了。本论文将依序探讨爬书之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不看心不看境才是符合义理词章考据之学的，而大正藏电子佛典使用不着心不着境是受到少数学者误导造成的。日本驹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第一章六祖坛经所提供的敦煌慧心气松三个系统五种版本经文对照，可证明经文改变是从慧心本系统开始的，而且由日本的兴盛寺本内容教刊附注及更改的部分可以得到佐证。少数学者可能只以佛法义理来直接判断定是非，而未能对北宗人看心看境禅法的史实负责。一般人知道不可者心者境，也算是不违背佛法教义了，也许将来有心深入研究时才来发现另有北宗禅法采用看心看境的时空背景吧。关键字：禅宗六祖坛经北宗禅法看心看境。目录：第一章序论五，第一节研究动机五，第二节研究目的六，第三节研究方法七，第四节研究范围十，第五节研究限制十二，第六节本文结构十三，第二章六祖与坛经相关研究回顾十六，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十七，甲文献版本问题的研究十七，乙经文用字问题的研究三十，第二节查证与两方论证四十，第三节结论五十二，第三章注解加对者心者境的探讨五十六，第一节梁乃崇教授所谓的操作型定义五十七，第二节黄连中教授校定坛经的原则六十，第三节善信导师从实证所得论不着心不着境六十一，第四节心境思想之探讨以六祖坛经及相关典籍为中心六十二，第一项气松大师的见解以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为主六十二，第二项黄檗禅师论心以传心法要为主六十四，第三项潘山大师论禅是自心六十五，第四项圣严法师的见解六十六，第五项林崇安教授的见解六十七，第五节搜寻
者，自在般若系典籍与禅籍出现的情形68。第六节结论71。第四章分析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74。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74。第一项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来探讨76。第二项针对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来探讨78。第三项针对禅藏及新编禅藏外典籍来探讨87。第四项针对大正藏古义部疑似部典籍来探讨90。第二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的禅法91。第三节六祖慧能超越看心看境禅法的论点107。第四节南宗神会批判看心看境禅法的论点131。第五节小节132。第五章结论138。第一节本文研究回顾138。第二节六祖与谈经历来相关问题探讨后的感想142。第三节研究建议163。参考书目，参考中央研究院文哲所集刊的撰稿格式171。第一章序论。六祖坛经是佛教禅宗典籍，亦称坛经、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全称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这部经是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由弟子法海集录，记载慧能一生得法传法的事迹及祈祷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南华大学创办人星云法师在星云文集提到六祖坛经和孔子的《论语》一样，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第一节研究动机。本节包含学术动机、个人动机、个人信仰及接触坛经后之启发，以下分别论述。首先，学术动机方面，现存六祖坛经有多种版本，经文使用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在电子佛典与坊间所见典籍间有差异，需加以澄清，本文即针对此事深入研究之。因为大正藏旨本及 CVETR 发行的电子佛典与网站资源被目前学术界视为最好最主要的版本与资源，号称教刊最精良的版本，等于是领导学术界，其影响之广大久远可想而知。但这并不等于完美无缺，想必世界各国佛教学者心有戚戚焉。不过就算发现有问题，也未必能得高人指点迷津，或是找到负责单位的承办人进行了解与处理。然而笔者从事佛学经典研究，自认为有责任将所得灵感进行探讨，使之形成学术论文，透过学术途径引发众多高人大德们共同来关心佛典文献的完美呈现。由于传统或数位出版品的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使用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背后牵涉到坛经在复杂的历史的人事时的物等诸多因素的变迁，
更涉及到禅学、禅观、经文诠释看法等等的差异，实是值得深入探讨，以引发学界更多的关注与更大的回响。以上是简述问题的缘起、问题的重要性与严重性、问题处理的困难度，以及目前身为学术界的一分子的笔者所能做的。其次，个人动机方面，当然与多年来接触佛道道场与从事宗教历史文化网站经营有关联。对于经文正确性的要求，态度可说是严谨的。笔者认为经文采用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将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由于经典是修犯道的指南，是祈求离苦得乐的心路路标，关系着学佛大众的法身慧命，所以也产生了使命感，想一探究竟。本来想宏观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实在是不想碰版本的问题，因为那并非笔者的志趣与专长，承蒙指导教授才是缩小范围而研究做产品第五，再以看心看境或是者心者境的辩证为中心，而这也是进研究所后配合道场研习六祖坛经才有的灵感。笔者早期看到的六祖坛经经文是用看心看境的，后来由于电脑资讯网络的快速发展，而下载了 CBETA 网站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或其他网站的电子佛典，去年进一步比对纸本大正藏第2007经及第2008经，这才发现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的差异，而有了问题意识。以上是笔者个人对问题的发现与看法，以及对自我的期许做一个简要的说明。总括来说，研究动机这一节谈到了这个问题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将会有什么价值贡献，守护众生慧命等等。期望 CBETA 及相关学术单位有相应的学者专家们能发挥舍我其谁的高度责任感，共同来解决经典文字的问题。第二节研究目的。六祖坛经做产品，经文用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其背后可能牵涉到印度与中国佛教史，还关系到禅法的变迁，例如从印度禅到中华禅，以及中国禅宗北宗南宗禅法，其中涵盖了如来清净禅、达摩禅、祖师禅、南北宗禅法之差异，但是本文侧重上述有关问题一题一理的探讨，在此先做声明。本文要确定看心看境是问题之所在，进而爬梳其相关的人事物与时空背景及事项，提供学术界进阶后续研究之资助，并深深期盼以后出版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时，做产品都能够采用看心看境，以符合中国禅宗发展成果，还原经典的真实意与符合六祖的教诲。因为六祖坛经是累积禅宗前贤们心血及时代发展环境与人事诸多因缘而产生的复合式智慧结晶，现代人从事研究之有利因素之一是网络资源丰富方便，
但是如果资料错误却广传后，要更正就相对费事了。希望透过本文比对传统与数位出版品，发现问题与厘清问题，略尽一份绵薄之力，共同成人之美，使网络弘法传播大藏经更趋完美，并且呼吁文人学士、善男信女们共同关心维护网络大藏经资源之正确性。预期结果，一论文研究成果版权开放，含提供给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VETA 相关学者研究参考之用，也可仿照近来公告经文更新的方式，将此研究成果显示给大众看。目前经文更新最多的是敦煌本坛经，也就是第2007经。二、提醒相关出版单位采纳本论文研究成果，透过电子邮件或是书信联络之。三、笔者自行成立网站发表研究成果，免费提供各界下载本论文参考。根据宗宝本六祖坛经记载得知，坛经是开悟佑的祖位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自己取名的，因为他听闻五祖弘忍大师为他讲说《金刚经》时，听到印魔所著而生其心，时当下就悟到了，接着还说出道的体用的五句名言呢。这是六祖为了后代传法者有所依据而要求弟子法海记录的，虽经历代的人事物演变，但是还是受到大藏经的保护而流传后世。简言之，本论文目的在探讨看心看境或者心者境所牵涉到的佛学体系及其衍生的义理优劣，从而抉择合乎圣教良的诠释，期盼研究成果能得到学术界与出版界的采用，让六祖坛经经文得到应有的面貌。第三节研究方法，从事佛学研究，应顺法师与学者吴汝钧教授等都有著作表示他们的主张与看法，或是传授经验等等。学术界使用的研究方法很多，例如文献学方法、考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哲学方法、维也纳学派的方法、京都学派之佛学研究方法、实践修行法、白描法等等。笔者将运用文献学方法、思想史方法来探讨六祖坛经经文用字的现况，并且针对做产品经文在早期纸本与资讯时代出版品之差异进行辩证。何兆清在《坛经研究方法的反省与拓展》从《坛经》的版本考证谈起，提到如何在反省各种方法的优长与局限，进而在研究方法上更具开放性与多元性，就成为我们新世纪坛经研究的一种新风貌了。时代的要求远胜于习，研究者如何在细缝中求生存呢？当然，首先要善用网络科技，以便快速了解研究成果概况。再来，要多利用电脑网页程式 HTML、XML 与分析软体 Indexer、Execute 来分析文献资料，进行词汇分析，以便处理关键字词，找出需要探讨原因者，
进一步从谭经整个文本以及唐代禅宗发展历史来判断字词的正确性，甚至尝试跨学科领域之研究，期望能见所未见或是解决争议的问题等。至于传统的义理诠释、文字训诂、历史考证等研究方法也是要搭配使用的。本篇论文将采用的研究方法与实际做法如下。一、文献学方法。这是文献资料研究必用的方法，通常要校定整理资料的原点，再将此成果与其他的译本做译文字上的比较研究。西方佛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与方向，基本上是依循出版、校定、翻译、注释、字汇、索引这一条文献学的工作路线来走。日本佛学界采用文献学研究禅学与禅宗语录典籍是集体合作的，研究方式的程序是校定原文、训读、现代日语翻译、解题、注释、索引等。他们所编的佛学专门词典就是代表文献学研究的尖端发展。笔者的实际做法如下。第一步是笔者先依据 CVETA 2008年版光碟内容制作资料库档案，再透过输入、看新、看近或不看新、不看近、者、近、近字等进行搜寻，来做词汇分析。第二步是参考学者的研究成果与出版品，尽量能古今中外以及类比与数位资源齐用，内容义理、词章、考据学俱到，所以要找出《大正藏旨本》第48册第2007、2008经的六祖坛经来比对做产品部分的内容，再针对学者探讨看新、看近或者新、者近的见解，来分辨何者较好较正确。第三步是把与六祖坛经相关的新旧出版品以及电子词典的内容对照比较分析，再找出含有看新、看近文字的禅宗典籍来印证。利用文献学方法可处理版本及经文用字的问题，有关版本的问题将会列出学界、佛教界及外国学者与现今国内宗教界之看法。有关经文用字的问题将要处理古代通假字、古代罕用的一体字等，以求文字般若，掌握最基本的义理。二、思想史方法。佛教学者认为思想史研究范围很广泛，几乎无所不包，算是思想与历史的结合，与考据和哲学都有关系。如果把重点放在历史方面，就成为考据，如果偏重哲学概念，就成为哲学史，或是哲学的研究。如果顺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来描述其思想流变，就成为思想史。这种思想史的研究，其实难有方法可言，大抵文献、考据和哲学各方面都要懂一些，但合起来却常常没有固定的形态。笔者以为义理、诠释学、词章、语文学、考据学都要懂。在就本论文要探讨与禅法有关的看新看近的经文用字问题来说，上述三种知识是免不了的。因为处理观照般若是文外求玄的工作，要参公案、参话头或是默照禅等等，
但是笔者并不作禅。本论文重点是在探讨六祖慧能的心性思想，尤其是与禅法有关的三无思想：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以求趋近实相般若，不为六祖慧能大师的旨意。由于六祖坛经的定慧品、坐禅品、顿渐品、副主品在本论文探讨中有相关联，也牵涉到般若系经典的《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净明经》又名为《摩诘经》及《菩萨戒经》、《梵网经》、《法华经》、《涅槃经》、《楞严经》、《楞伽经》等，当然也涉及到禅观及禅宗发展历史等。从禅宗思想发展演变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是类似辩证法的正反合，也类似中国传统医学所说的阳气阴气中和之气的运作，其目的是维护健康。而禅法演变的背后变数是不同的时节因缘。综上所述，可知此项工作确实是一种挑战。笔者的实际做法是探讨丁福宝居士、胡适的著作，以及应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禅与净土》，与顾伟康教授的《禅宗六变》、《禅境合一流略》、杨慧南教授等的文章，找出讨论看心看境禅法的相关内容，以作为判断对错的依据与证明。第四节研究范围：佛教界著名的净空法师学养俱佳，贯通三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而且心量广大，平等对待各种宗教，志行高远，至为人天师范。晚年号召信众在屏东潮州创建中华传统教育中心，要拯救中华文化的根，令笔者深深佩服。在净空法师广播弘法的文字资料中，对《六祖坛经》的研究鞭辟入里，实是甚为可取。净空法师认为，普惠大藏经曹溪原本气松本的在课本最善，所以广播宣讲就以曹溪本为主，再参考流通本、宗宝本及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第2008经及敦煌本及大正藏第四十八册第2007经。其中与本论文有关而可参考的禅法部分，净空法师的看法如下：一、中国佛教禅宗的新传大本，定慧一体正是不二法门，是本性顿教，定慧品。二、宗门修行方法的总纲领，最高的指导原则。能念道理一心不乱，即是上上禅。一切法门欲入一真法界，无不以此为总纲领做禅品。三、五祖忍大师传出两支，南方是六祖慧能大师，以本来无一物慧宗接上上根人，是名顿教。北方是神秀大师，以时时勤拂拭慧宗皆引大乘人，是名渐教顿渐品。四、一香三昧，一行三昧，是一乘佛法修正之指南。大师一生示现，也就是一香一行的修学榜样。附注品。承上所述，可知研究宗宝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的禅法，一定要看定慧品、坐禅品、机缘品、副主品，这些是有关北宗禅法、
看心看境的部分，所以在本论文的文献处理中将一并探讨。至于辩证看心看境时，文字内容将会参考日本驹泽大学出版的《慧能研究》一书，该书提供了坛经三个系统，敦煌、慧心、气松系统五个版本，敦煌本、大乘四本、兴盛四本、德义本、宗宝本的对照，将有助于印证经文原貌。另外，海峡两岸学者对于新发现的敦伯本、坛经及其校释的著作，甚至是最近新发现而重新确认的吕伯本，都是很值得参考的。有关《大藏经》简介及其版本研究，可参考维基百科全书网站，最好加注日期以利日后选取档案及再次上网下载最新资料之参考。此外 ，CVEDA 网站、法鼓山佛教研修学院图书资讯馆网站、佛学数位图书馆暨博物馆网站，对佛学研究都很有帮助。以下是笔者目前所知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的概况。《大正新修大藏经》略称《大正藏》，是在现代学术界最受欢迎的中文《大藏经》，于日本大正年间1912-1925开始编修，故称此名。由日本高南顺次郎1866-1945渡边海序1872-1933兼修，小野玄妙1883-1939为编辑主任，及多位佛教学者的努力，从大正十一年1922到昭和九年1934及民国11-23年，共费时13年乃告完成。全书100册。二，在教刊方面，本藏以高丽藏为底本，参效日本各名山古刹所藏的宋、元、明版及日本版《大藏经》，和大学图书馆内的古写本、古刊本及个人的收藏本，并将教刊表列于每页之下。本研究引用的《六祖坛经》文字，是以学界普遍采用的《大正新修大藏经》纸本、大正原版影印本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VETA 提供的光碟与由其网站下载的电子版为范围，包含《大正新修大藏经》《万心转续藏经》，而以2008及2009年版的为主，附加 CVETA 网站提供的经文更正公告资源。至于禅宗相关典籍，则采用美国佛教会佛教电脑资讯库功德会网站提供的档案，那是有助于禅宗研究的基本文献与工具书电子档案。该专辑提供了经论及语录登录，但是缺乏了《曹溪大师别传》《祖堂集》。此外还提供了《史说》，包含《胡适论禅宗》、应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及顾伟康的《禅宗六变：禅境合一流略》。笔者认为，《史说》部分对思想史研究法很有帮助。第五节研究限制。本论文中所提到的日本官方《大藏经》古文物资料部分，可从曹洞宗最著名的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所发行的《
慧能研究一书找到内容。另外，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提供的数位档案产生的根据，也提供了研究参考资源。但是限于时间、精力、财力、外语能力熟悉度等诸多困难因素，笔者期望日本学者重视本论文的论点，善用地利之便及尽到学术界领导责任而印证还原宗宝本原貌。现今时代真是知识大爆炸及地球温室效应很严重的时期，人类欲望的高涨使得工作压力加倍，生存压力及期望有更大成就的种种压力，常按读劳形寝食无定，使人休息都不够，而造成新陈代谢疾病，或是自律神经失调、过敏体质、易怒、忧郁、吊举或昏沉等等，可说是过劳的人很多呢。人类似乎被无止境的追求所逼迫，农业时代是慢速的蒸，力蒸上游，但是现代历世纪的人加快十几倍的蒸，蒸立足之地，蒸一口饭吃等等。所以佛经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又说狂心若歇，歇即菩提。笔者感慨现在的研究要处理的资料是相对加倍的，但是人类生命力与一天的时间并未相对加倍的，倒是竞争是全球化的。碍于研究时间、诠释表达能力、外语能力的不足，所以笔者以学界较流行的大正藏止本及 CBETA 提供的电子佛典为主，针对谈经经文有关，看心看境，或是者心者境进行研究。另外要附带声明的是，笔者不涉及禅修，也不坐禅。本文以教义探讨为主，至于禅修的理论与实践，可参考圣严法师们的著作。第六节本文结构。本论文由指导教授衡量笔者各方面的状况与条件因缘，而建议采取下列方向进行之，仅依序简述之。第一章序论，包含第一节研究动机，第二节研究目的，第三节研究方法，第四节研究范围，第五节研究限制，第六节本文结构，是将本论文全部五章依序简要介绍。第二章六组语，谈经相关研究回顾，本章探讨的主题如下。第一节版本与经文用字，本节在文献版本问题方面，将依序介绍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十项，其内容含应顺法师、圣严法师、星云法师、胡适先生、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曾文教授、黄灿华教授、林光明教授、何兆清教授的研究成果等。在经文用字问题方面，将介绍国内外法师或学者们的主张，共有八项，依序是胡适先生、丁福宝居士、应顺法师、潘仲圭教授、黄连中教授、林崇安教授、杨慧南教授、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第二节查证与两方论证，第三节结论。第三章注解加对者心者境的分析，将针对几本六祖坛经、直解书、注解书或是佛典，对不着心不着境表示看法的内容做探讨。例如
第一节梁乃崇教授所谓的操作型定义，是从诠释学来指出，不着心、不着境是无下手处的。第二节黄连中教授教定谈经的原则，是从教定学原则来决定经文，它是根据《金刚经》破相显性而不执着。第三节善信导师从实证所得论，不着心、不着境，是从佛成宗善信导师所着《六祖坛经直解》的做产品，得知他是采用不着心、不着境来解释经文的。第四节心境思想之探讨，以《六祖坛经》及相关典籍为中心，将依序介绍第一项契松大师的见解，以《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为主；第二项黄檗禅师论心，以《传心法要》为主；第三项憨山大师论禅是自心；第四项圣严法师的见解，对《六祖坛经》的思想涉及到的众多大乘经典做介绍。第五项林崇安教授的见解，进行《坛经》的心性与佛性略探。第五节搜寻着自在般若系典籍与禅籍出现的情形，并附加搜寻电子佛典资料库所得资料的荧幕取图图片。第六节结论，对心、法、境等字的佛法义理的探讨做回顾与表达心得。附带要补充说明的是丁福宝居士引神会语录谈流通本、宗宝本、经文者心者境是错误的理由，以及胡适认为没有人会叫人者心者境的，而笔者认为诠释教定的结果都要配合北宗禅法看心看境的历史事实。第四章分析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这是本篇论文重心所在，将探讨如下的主题。这是本篇论文重心所在，将探讨如下的主题。第一节经文用字探讨，包含针对《六祖坛经》文献资料、禅宗专辑典籍及所附的史说、禅藏及新编藏外典籍、大正藏古一部一部典籍来探讨，依序参考胡适、应顺法师与顾伟康教授、方广昌教授的著作。此外也要附加搜寻看心看境在大藏经电子佛典或藏外典籍的禅籍出现的情形，并附加搜寻电子佛典资料库所得资料的荧幕取图图片。第二节东山法门看心看境的禅法。第三节六祖慧能超越看心看境禅法的论点，内容包含应顺法师、圣严法师、圣印法师、演培法师暨丁福宝居士与杨慧南等多位教授们的观点。第四节南宗神会反对看心看境禅法的论点。第五节小节。第五章结论，本章是要深化学习的心得，及呼吁社会大众共同来维护佛教法宝在传统与数位出版品方面的正确性，将要依序强化如下的主题。第一节本文研究回顾，是再次整理全部五章内容的章节纲要，以得到全盘的了解，进而收到秒看全文的功效。第二节六祖与谈经历来相关问题探讨后的感想，针对本文采用的文献处理的方法、义理思想诠释的方法来谈，
共分为三项，依序是第一项版本与经文用字研究后的感想，第二项看心看境的禅法问题研究有感，第三项六祖坛经做禅品的启示，包含对禅定真谛的探讨。第三节研究建议，这是希望后续研究者能从本节快速找到灵感，并且参考笔者提供的研究题目与构想等。研究的进入是采用古今中西哲学、中印佛学的整合，加上依据五明之学的分类原则来做整理，期望能配合现代高科技网络资源与资料库检索的功能，进行勾陈探玄的工作，以便得到更完整的成果而趋近于真相。